天神下凡。是吧，对线个打线很强的 AP 阿卡丽，这阿卡丽感觉是为数不多裸装能秒人的 AP 了，他只要技能全中你就死了。不跟我们 A 就算了。正义的惩罚。W A 两下打个电刑。这个点对面打野升三了。把他们往我们打野方向带，他这波勾引太明显了，而且阿卡丽这个血量我可以顺秒他。直接 EQ 消耗打一套走了，他有 W 的，那他死了，这不他没技能了，这不可能打得过我的，先消耗一套，然后他一定要消耗一下的，阿卡丽推线太快了，算是不卡线了，卡线容易让他一波就把线推进来了。先换一套血了。他没 W 但也可以，我马上升六了，他马上要死了，就这个兵看好。他怂了，他死了，他想一躲技能，你在想逃离。我艾克方向拉他死了，救一下三环。我这路永远能稳得住，不仅单杀对面打野抓我还死不了，给他捡两个头，他应该会给我蓝。视死如归，就在今天。晕倒了，直接一口。他子要来了，妈的上路都过来了，变态吧。吐了，别来中路让我自己玩嘛，上野下全到，来我中路打麻将就行。其实我跟他可以杀他的，我跟他 Q 闪二他就死了。等我回点蓝了。你在装什么？你以为我是做沙米拉吗？只要不让孙女的 Q 吹我们就好了。他技能全开了，去上面堵一下他。
可能要我上来吃线的。望豪对吧，先买黑切吧，换路了。他死了。我喜欢德玛利亚，打这种战士英雄用盾去跟他换血，先换一套来，第二套爆发灌上就死了。你要是买战斧，你一辈子打不过这种英雄，出新石就可以了。反正英雄数值比较低，你碰到这种高数值的英雄玩家，他就会无脑跟你打架，他打不过你他就会死，这很正常的。不用管他，先秒死你，你一 Q 阿兰他推不起来，别解宽保护自己，然后再等技能开始斗牛士。大盾出来，不不拉杆，你看技能这边还有卡雷放，人太多了全来了。我都没血，他能秒我们，他把棋子。怎么全过来的？我这一v一现在随便打的。这还有这么多技能啊！哎呦，卡莎太肥了，谁也顶不住这样。先叠机，先叠机，让他把玉皇琼交。就把沙子堵一下了，可以了，不用管他，我们的打得完直接毙就好了。想啥呢？打完大龙还不溜？这上路要带节奏了他。这边最肥的点已经被我秒了，你们去带上就行了，我带下，上下路太长了，他们守不过来的。杀两个续啊，妈的还来，我先红 buff 回点血了。这剑姬带了没用，他带了又打不过会死，然后来句队友你们咋死了，你去躺我带就好了。给我找些更强的敌人，你去团还能吃点技能，你这单带一 v 一被杀掉塔又推不掉。打一 v 一先免了。
大龙要刷了，感觉对面卡他好像不是很会玩，我们去打团也好像也可以这样。这卡他打团站位很差的，这个人有个风女保他有E隐身还这么死。正常来讲，这个团我应该都摸不到他，你们知道吗？他有E有二风女有吹有虚弱，正常来说的话，他会玩我摸都摸不到他。再一刻要先打小的，问题是这个剑姬还在带呀，这节奏又乱了，我只能去带了。马上再猜一下，他这么搞大龙要没了。只有买贪欲才能打出这种效果。待客呢？其实卡住了啊，其实我想拉第二把棋子，但是你身上有第一把棋子老是会这样，他要是能选择棋子就好了，就根据你指针上面来算，你往那个棋子进你就拉哪个棋子去。他有点不敢跟我打了，有点怕我。那你加名狭路相逢勇者胜，我有大龙 buff 加兵，随便猜吧。这个表确实很关键，没这个表刚才操作不起来了。48000的伤害，先结算一下。